小金是我们家的小公主，而这条影片就是记录她猫生的影片。这个是小金的爸爸大King，他是一只缅因猫，这两个就是小金的哥哥。小金和他两个哥哥非常之似样，如果摆在一起分分钟会认他不出。这个就是小金细个的样子，大家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表面呃到。其实他由细个开始已经是一个小辣椒来了。话说他刚刚来家的时候就感冒，我就带他看医生。看医生的时候需要进行肝探，去到探液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是太紧张，一啖就咬了来我的手指公那里。那我那时非常之痛，但我望着他这么细只，我又不敢拂他了，就被他咬了五六秒。记得那时候医生都吓到傻了，我的血流到整个诊所都是。事后还去了打破伤风针，好彩的是他之后都没再咬过我们了。小金，我咬你都没话你了，不用这么害怕。他想认识小王，小王不想认识他，他就去问了小王。小王现在 FBI 在做知识搜索。小王还怕他。小王退后了。认得吗，小王？你识唔识分自己是同类？真系同一个品种啊！真系唔知道，小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咩品种啊！我屋企嘅原生猫小王好快已经敢喺小金面前食嘢啦！咁呢个咧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嘅，代表咧佢唔系太惊小金。我哋睇小王几大只对比上去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小王好似大只咗咁嘅。但我們這陣子看慣小金了，可能是啊，覺得小王這麼大隻。哇，他就是掉下來了，豆腐渣，哇，他才爬上去。是啊，好厲害啊，真是豆腐渣工程啊，你這個跌出來了，中國製啊，又跳上來，你給一二七，笑得這麼開心，好搞笑，但他很喜歡我。你好中意，唔系有个地方俾佢跳下啊！真系要加建二楼嘅，啲同纳米楼嘅原理一样，所以从升上去，上天花板度。好得意啊！第一次同框啊！倾偈 ，OK。倾偈冇事。佢唔系佢嘅。好快小王同小金就 friend 过打 band 咯，小王一啲都冇介意到俾小金侵入咗佢嘅地盘啊！我估计咧，小王一定系俾小金迷住咗啊，因为小金真系太靓啦。唔知系咪几新收嚟嘅福气啊？小王嘅傻头傻脑咧，竟然慢慢开始吸引小金喎。哇，玩到反套好得意啊！佢打咗我 iPad。哎呀，你唔系佢揿得揿咗啊？佢。In the darkest times, when there's no hope, don't be afraid, you'll never be alone. When someone's telling you goodbye. 小王是一只红豆豆的公猫啊，见到小金这只这么漂亮的母猫呢，终于再忍不住了。所以我边个咁曳啊？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，千祈唔好逼女仔做任何佢唔想做嘅嘢。如果唔系咧，后果咧就会好严重噶咯。
小心啊，水桶！太肥了，小汪你。好嗨啊，小汪！佢咁样喉住，跟住咁射嘢又唔敢食，水又唔敢饮，厕所又唔敢去。有啊，佢又食嘢啊，小金。因为小王的锲而不舍，最后小金都接受了小王，他们还非常有情趣，他的所有角落都被他们玩晕了。小金同小王为爱鼓掌之后，大约50日咧，我哋就觉得小金可能有咗小王嘅 BB， 所以我哋就带佢去睇医生啦。好重啊！救命！医生用超声波帮小金初步咧检查完之后，同我哋讲话好可能咧有咗 BB 啊。之后我哋就去做咗呢张 X 光片啦。大家睇唔睇到阿金个肚入边有冇 BB 咧？俾3秒大家估下。我俾咗几个朋友睇，发现有啲人好得意啊，估咗呢个咧系小金个 BB， 其实咧佢系小金嘅大便。小金个肚咧比较多屎啊，真正嘅 BB 咧喺呢度。预产期大概60至63日，咁但系当然同人一样啦，我俾个期你有啲会早，有啲会迟噶，咁所以主人都要预早去准备。呢个就系我哋帮佢准备嘅产房啊！常识话我知咧，正常嘅猫系生一窦嘅，而小金呢一胎咧，其实得一只 B B， 我估小王都系唔系好得噶啦。虽然得一只 B B， 但系小金嘅母爱咧都系大爆发嘅。小金咧变得非常黐人，仲可以抱好耐好耐好耐啊！虽然佢就快成为妈妈，但系咧其实佢都系得1岁半，仲系非常之贪玩，最中意最中意咧就系玩猫棒。吓、啊，做咩啊？你生得啦？你去嗰边生好唔好啊？嗰度有毛巾、有水、有嘢食，阿王又入唔到嚟。吓、啊？吓、啊？入边好唔好啊？啊？哎呀，又跳翻出去，呢度有毛巾啊，做乜唔喺嗰度生？吓、啊？有冇事啊你？系啦，阿王都担心佢啊，依家入去睇下，好似好唔舒服咁啊佢。你试过咁样捐喺入面唔出？小汪咧真系一只好聪明嘅猫，佢知道阿金唔舒服咧，呢啲啊不停咁样跟住佢陪伴佢。就算阿金喺被窦入边瞓觉咧，小汪都会喺出边咧帮佢守住啊，睇下有冇敌人。去到第66日，我食完饭翻嚟嘅时候就发现有一笪咁嘅嘢喺度啦。我初头咧仲以为系小金呕啊，佢怀孕期间咧都有呕过2-3次。但系琴日小金又好似好唔舒服，我个心就啰啰乱啊。跟住我走去同我朋友倾，去问我朋友意见，一路就同小金做检查，发现呢啲嘢咧原来唔系呕出嚟嘅，系喺佢妹妹嗰度分泌出嚟嘅。可能有机会系只 B 死咗，烂咗，又或者可能系子宫发炎。当晚我就即刻带佢去睇咗急症啦。有冇事啊你？
醫生檢查完之後話我哋知咧個 B B 咧都幾危急啊，因為佢嘅心跳咧已經喺度減弱緊啦。佢建議我要做開刀手術，之後醫生同我講解價錢啊、手術風險嗰啲嘢，我就同佢講咗一句咧，依家諗翻起都幾型嘅嘢。我同醫生講錢唔係問題，越快做越好，我相信你哋嘅專業。呢個手術需時兩個鐘啊，大概一點到咧就知道個結果噶啦。你有冇冇襲擊佢啊？小金，小金，出俾手手我哋啊！認唔認得我哋啊？佢好似唔知認唔認得。B B 豬，喂，你有冇事啊？咁精靈嘅。係咯，好似好生猛喎。你聽我講啫。啊，我有事俾你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如果媽媽就清到的話咧，咁就唔使人手。如果人手的話咧，你就要濕咗啲暖嘅棉花，係啦。未知你見唔見到？咁就屙咗啦。係啊，咁就屙咗噶啦。哦，咁個美食嘢都有。姑姑都係咁嘅，係啊，姑姑可能一開始就會稀啲咯。